哎，各位朋友大家好，干杯。小菜，我们现在要来到北港了哈，我们来吃一下这个北港的一些老店哈，好吃的。那我们第一间就是要去那种辉煌牛肉汤，有一间牛肉汤，在地人的牛肉汤，对，我们来都会来这里吃。好，我们出发吧。各位，这就是它的正面。我要吃卤牛肉，叫一个大的，然后饭。等我吃毛肚汤好了。好，来了。卤牛肉来了。哦，这个卤牛肉，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它一碗40块哈。谢谢。谢谢。对，挑选的北方。对。这个是毛肚，毛肚。上次我来吃牛肉汤，我隔壁的大哥吃毛肚汤，我就很羡慕。啊，对对对，上次就是我们后面吃完才发现说他那个毛肚汤看起来不错。好，开动了，开动了，快点，你先吃。你先吃。我先吃啊。这就是他的那个卤牛肉。对啊。卤的很嫩。对啊，很好吃。这块有一点点姜的味道，所以我们这个饭的焦点就是卤牛肉的卤汁啊。对，卤牛肉卤汁，很不错，汤也很好喝，口味。不过我觉得它都有一点点偏甜。对，一点点微甜。那种南部人的甜味。对。它有毛肚，还有保有一点点脆口的口感。哦。我觉得毛肚要沾酱才好吃，不然会味道比较淡。好。会太辣吗？不会，哦，不好脆哦，棒。就是它很有脆口的口感。对啊，超脆口的。然后又不会是那一种，就是嚼不烂，不会。对啊，下次来我要放弃我爱的牛心汤，叫毛肚。啊，毛肚吗？所以你觉得毛肚好吃？对啊。然后它说饭十元好大一碗。对啊，饭十元好大一碗。上次我们。带姐夫去吃那个鸡肉饭，然后他加了一个白饭，我就问他说是饭太小碗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是，是那个白饭5块钱。对啊，看台北没有5块钱的白饭，他想看看5块钱的白饭长怎样。好，各位有机会来这里吃吃看啊。好，拜。下一摊见了。对，下一摊见。已经到了吗？在这里60年老店，这里了，这里。他那个上次在这边买的，对啊，绿豆碰这里啊，这个好吃。要什么？绿豆碰。要多少？没有蛋黄酥，我是刚吃的。哦，有那个全蛋跟半蛋。再吃看看。全蛋跟半蛋。哪一个是全蛋？还吃哪的？很好吃哦，就刚吃卤而已，而且不会很甜，你可以试试看。哦，各位看。装还是要？装那个礼盒的都有，散装就好，因为自己要吃的哦，收了，刚出炉的呢，我这蛋黄有出油的，对，有出油的，这个蛋黄就是好的，没有？你有在研究？有，我有朋友在做烘焙，做30几年了，所以那个蛋，一看就知道，骗不了人的。OK， 绿豆碰上这些，绿豆碰买5颗就好，买5颗。啊，然后你要全蛋还是半蛋？这35，然后这30，全蛋好，全蛋5颗，好，全蛋买5颗。我们两个吃吗 ？OK， 不要买太多，新鲜，赶快吃一吃。各位，这间呐，鲫鱼蛋呐，各位很酥哦，这很酥，会让你一口接一口。还是你要6颗算200就好。哎，好，好，好 ，OK。明天再放冰箱吗？两天没关系，常温两天。对，常温两天。各位看一下那个机台。好像都是在这里的，那很久了，赞了。好，你就先帮我放一两次这种。哦，好。给大家看一下。哦。真的是真材实料。有没有？谢谢你。那好了。如果需要送礼，我们有礼盒。好。晚安啦。超棒的啦。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哦，有了。拿好了。Yeah. 上次你买绿豆冻给我吃，我就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啊。绕一下马甲哈。绕一下，你不是很想吃福安的鸭肉？可以吗？可以啊，买一下。你们的鸭肉超好吃的，我们每次回来北港吼。
或是经过北港一定要 来你们这里吃。OK， 好，拜拜。拜拜。那我们就回头了吗？好，回头回头。好，我关心。要放后面了，我想要吃哎。好啊。拿一个绿豆碰一个蛋黄。啊，提前面好了。瞧你开心的。开心的。哎，各位，到了哈，我们去吃便宜好吃的土豆油饭。我要土豆油饭两个，三层肉，放开肚皮的感觉。对。哎，我们叫一个虾仁饭，一个油饭。好，一个虾仁饭，一个油饭。弄一个烫青菜，这样吗？好，那是这样。汤一个一起喝吗？还是多叫一个汤，排骨酥汤。好，就这样。好，就这样。OK。来了来了来了，这就是土豆油饭，一碗二十块。那个是虾仁饭。这个是虾仁饭。这个是恰巴，恰巴，它有恰巴汤，它有果粉哎。对啊对啊，这样比较骨溜哈，也比较骨溜的。它还有排骨酥汤，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还有鱼软沙拉、肉菜，这样。准备开动了。好，哇，今天刚好忘了带免洗筷出门。免洗筷，环保筷吧。好吧，今天忘了带环保筷出门。吃了吃了。好，各位开吃了，来。那个油饭看起来肉燥蛮瘦的。对啊对啊对啊，各位这肉燥很瘦哎，这是瘦肉。好吃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它是虾仁饭，它就是虾仁果粉吗？对，虾仁果粉。我喜欢你吃的油饭。你喜欢油饭吗？这油饭还有招牌。花生很大颗，花生很大颗，对，云林北港花生。哦，所以这里是花生的产地。对啊。因为这每样菜的单价都是算蛮低的。对啊，对啊，其实这样便宜。只有20-30块。对对。我们中午经过的时候人好多。对啊，中午经过的人好多。那中午我们已经吃那个威皇牛肉汤了。它的油饭是属于比较偏柔软的那种口感。柔软的油饭，不会修掉。然后经过我之后，那个饭都要变很少。饭就被我吃掉了。它这个虾仁饭也跟那个台南的虾仁饭不一样。对，但虾仁饭是火烧虾的那一种。火烧虾没有果粉，它这个是有果粉，是虾巴汤的虾巴果粉。这个口感吃起来应该会很骨溜哦。骨溜。它的汤跟服务员算肉蛮大块的，比我们那边的那个立德文的排骨酥汤好喝多也多。现在妹妹，30元，排骨酥那边有排骨酥汤20元，对啊。对嘛，因为我刚刚看单。对对对对对，这是20元啊。这也是20元。对啊，记得我点20块的。对，我看成那个小菜去了，很骨溜哈。我看看有含鸡粉吧。结账看看我们到底吃多少钱。大家看一下，那么多东西可以吃多少钱啊？250。谢谢。等一下哦。好。好。谢谢。我们两个吃175，然后再加两个油饭，这样215而已。各位，有吃有外带。对。隔壁啊，后面这个阿等土豆油饭了。好，大家又有。在北港找东西吃的话，来这儿吃，它在便宜又好吃。庙的后面。对，他们这个都在庙的后面哦，跟那个牛肉汤在附近而已，都是在后面。对，好，走。所以如果也来拜拜的人，可以往后面来啦。对对对对，很多人不知道在后面呢。哎呀，后面这一条马路也有很多好吃的。对，有很多好吃的，在地人在这里吃好吃的，都没有跟你讲。现在我跟你讲了。现在我们跟你讲了。要大家知道往后面来。但是如果说我们来吃的话，拜托留个位置给我们。好嘞。好，来。拜拜。各位回到家了，我们有在福安买这个鸭翅，5只100。5只100，还蛮大只的。对啊。我们买的这是半鸭。各位看一下。是翅膀。翅膀，鸭翅，还有半鸭。半鸭的鸭肉哦，我这是有骨头的，它有附这个，好，这酱应该淋一下，
我的印象好了。好，我很喜欢他们这个酱油。嗯，他的这个鸭肉饭也是会淋这种酱油，我喜欢。它看起来也有酱色，但是吃起来不会死咸。对，它那个酱油不会死咸那一种，而且吃起来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肉一吃就会感觉有鲜度。对，因为它那个他们都是也是那种现煮的那一种啊。嗯，你如果要用姜丝可以用。哦，姜丝用跳那种。各位这个。好吃、是每次回去的时候我都会很想要去吃，可是我们好像遇过几次它是没有开，休息的，然后也遇过大雨的时候去吃然后我还有在那个大太阳底下排过队有好几次不过它那个算速度蛮快的啦。对啊，我它的那个如果你是例假日去，那真的人会很多。对，陆家日人会很多。你们堂陆家日去吃一间好吃的鸭肉店。它知名度也蛮高的。然后我们买的蛋黄酥，我跟干贝已经在车上一人各吃了一个蛋黄酥。我们买了几个？六个。对。现在剩四个。都可以一个买。可以一个一个买。对。这蛋黄酥跟绿豆椪也都很好吃。对。好，那今天的这个北港美食分享就到这里了。对，那我们一边吃美食一边跟你说再见，好吃，好，就这样，拜拜，下次见，记得订阅分享小铃铛，拜拜。哈，说你们喜欢吃美食怎么都不会胖。我有那个321减肥啊，你有看到我们的减肥餐跟减肥片吗？没有，我只有看到美食片。哦，好，我只有看到美食片了。减肥片是我们那个减肥片那个也70几万人看呢，因为我都是靠我那个减肥的方法，你可以去看一下，里面有321减肥。我们那一天去台北拍影片啊，然后有遇到一个就在那边工作的，他说他靠我们的那个减肥啊，他瘦了10公斤。对，还跟他比赛，看谁瘦得多。我看一下，看下一次，对对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瘦了。